没想到宿舍条件这么好。做梦呢，这都是我的，你藏在哪？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怕你住不惯宿舍，帮你扩建了一下。受不了！用不着你们管，我自己能搞定。爸妈只是想保护你嘛。请问教学楼怎么走啊？我带你。请去。体检合格。国家总病史。有侥幸。能不能别管这么宽？好的。这么痛快，有问题。